转运设备上，它的名字叫做转运机车，而转运机车将反射面单元送至旁边两个缆索吊上。空一直降到最底端的安装位置，刮风下雨都不能进行正常的吊装。小雨而言，我们做一些防护措施，能够施工的。雨太大以后，因为高空施工是严禁作业。对刮风而言，6级以上的风严禁施工的。